嗨，大家好。那本周我们要来教一首目前非常夯的一首歌，曲名叫《甜蜜成双对》。好，那这首歌外面很多人都有在演奏，那而且最近有同学建议老师来教这一首歌。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教这一首歌哈。那再不教的话，可能就好像有点跟不上别人的感觉哈，因为大家外面都在演奏，好，那我们不会，所以我特别就把谱把它写出来，然后今天就特别来教哈。那这首歌是陶鲁朵的节奏哈，这种东洋的曲风的味道哈。那照谱是不难哈。但是它里面有很多技巧，尤其这首歌是由黄文龙老师作曲、编曲的哈。然后我也听过他本人的演奏，确实是相当的到位哈。但是谱是非常简单，那里面有一些技巧，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哈。那我今天会一一的把它讲解哈，那就大家好好的来仔细的来做笔记。好，那这首歌中音它本调就是降一调了哈，降一调是比较基本的调。好，那我们看前奏就是到第三行，然后我们从下歌第三行第二小节嗦嗦咪嗦啦哆瑞咪。好，我上面都有把它标记出来哈。比如说第一个嗦嗦咪哈，嗦嗦咪，第二个嗦稍微有点下坠音哈，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点哈。照谱是比较简单，嗦嗦咪，哎呦，光是这一句里面就有下坠音，然后还有滑音、转音，就三个技巧在里面。好，就是说说明第二个嗦，不晓得有没有听出来哟？嗦。嗦，稍微有下坠，然后再接咪，这慢慢要去揣摩了不是很容易的事然后瑞咪滑音，转音拉哆啦。好，整句就变这样好，这句有三个技巧在里面然后第二句拉拉嗦，好，这里有转音拉拉哆拉嗦，这转音要轻，而且要快速转音特别多这拉哆拉嗦拉哆拉嗦嗦嗦嗦咪咪上面有一个转音记号，我们就变成嗦咪发咪。好，有转音记号，就是要把它升一个音，再回到它本来的音嗦咪发咪瑞
在第三句。好，说滑音后面的转抖音啊。嗯，好，再来嗦嗦啦哆瑞咪嗦啦，哈，这里就尤尼斯就齐奏了哈，所有乐器都齐奏哈，嗯，好，拉嗦，嗦拉嗦，嗦拉，可以加一个转音，嗦拉，好拉，然后用替代键按啊 R one。拉西拉嗦啊，降西了哈。好，咪瑞哆啦瑞咪的哆，好，这里有一个转音哈，所以这首歌真的转音特别多了哈。好，然后再来就进入副歌。好，副歌就是 re re do。好，一样是一个转音 mi fa mi re 哈。好，然后再下一句就从第二拍好。不可以抢拍，第二拍开始下歌。好，这里咪哆咪哆啦哆，好哆滑音，好稍微有一点，好比较夸张一点滑音，好。好，哆咪哆。好，这个地方，哦，它有一点撒娇的味道哈，很柔的一个味道，就是第一个音可以不用滑了，好的。啊，第二个哆在滑音哈，嗯，好，然后再来，好，这里转音喽，好，这样，这里两句是一样，可我转啊，第一个有转音，那第二个我就没转音，好，可以。好，那也可以两个都转音哈。好，两个都可以转。好，那也可以第二个不转啊。好，这里。咪瑞哆瑞哈，好，这里有很特殊的一个技巧哈，因为我看路易他这里就发挥出来哈，嗦啦哈，可是就把嗦把气放开，然后再。手也放开，就出现拉的声音。好，用啊，嗦啦拉气要放掉，好，不能一直吹啊，哈，啊，这样太长，就是嗦啊，好，拉的时候气就要放开，好，收音啊。
这第一遍。然后第一遍完之后，然后又跳到前奏，哦，所以说第二遍跟第一遍是完全一样，哦，再一个前奏，哦，然后再吹第二遍。好，然后我再示范一次第二遍，哦，好，第二个一说要下坠，哈，哦，下坠音，然后滑音转音第一句，哈，好。好，就替代键嗦拉西拉嗦，哈，好，然后再来副歌，转音，哦，好，然后下一小节第二拍下个。好，这一小节哆，第二个哆，慢慢的拉上来，滑上来，哈。咪滑到哆了，哈。好，这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哆咪咪到哆，慢慢的滑上来，哈。好，再来，转音，好，哦，两个都转也可以，好，然后再来，啊，好，嗦啦。好，拉轻轻的把气，嘴巴松开，好，气把它停下来，哈，好，好，第二遍，然后第三遍就。萨克松 solo 哈 ，solo 16小节，好，就说说明是完全一样的哈，完全一样好。那这个 solo， 然后 solo 我们可以吹擦音呐、啊，好，那其实它上面都有，我如果写在上面，我说说明说哆咪瑞咪瑞哆拉哆拉嗦咪嗦，好，上面有擦音，好，个人吹，然后后面有一个擦音。嗦嗦咪瑞哆咪瑞，啊，都可以吹擦音。好，那16小节的 solo 完毕之后，我们就接着吹副歌啊。好，然后下一句第二拍下歌。好，再来注意。滑音米哆的地方滑音，好好，然后再来。Woo!
那三遍就结束了哈。然后尾奏就是 mi re do re do， 然后 do 它音乐就 so so mi so la do re mi mi re mi。好，这个 do 我们吹两小节之后，后面最后一行哈，也我可以一起吹哈。好，因为它是它的音乐是咪咪拉嗦咪瑞哆，好，那我就吹咪拉嗦咪瑞咪咪，好，刚才就是三度的和声哈。好，跟它就是有一个三度的一个和声哈，我们不要吹哆，好，因为音乐就是哆嘛哈。好，我们吹咪会产生一个小三度，哎，好，哆跟咪大三度的一个和声的哈。好，那这首歌这样看起来是照谱是蛮容易的哈，但是如果你要吹的有韵味。好，感情到位的话，好，特别讲一下，就是除了要有熟练的哈的指法，就是这个调的指法要非常熟练之外，要加上一些好，比如说我刚刚上有写的，就一些下滑音、上滑，好，上滑转音，然后这首歌大概就是这三种，好。下滑会比较难一点，那上滑是比较简单。好，下滑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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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好 so so mi， so 滑下来，然后再接 mi， do so so mi， 好，这样 so la do re mi， 好 re mi 滑音，好，然后再转音，好，那中间 mi mi re do re mi so， 好。好，它有一点抖音，稍微幅度比较大的抖音了哈。讲这首歌大概就三四种的技巧在里面。好，那希望大家好的去揣摩去练习。那我们学习最重要就是观念哈，观念一定要改变，而且学习一定要细腻，好细腻的去揣摩去练习每一个。乐器的一个技巧，好啊，才能够达到好，把歌曲诠释的非常有感情，非常到位，不光只是照谱来演奏了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哈，那希望对你有帮助。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好，感谢您的收看。